大家好，我是小多，看我手上的这个大红苞米，里面钱应该不少。这个是大概10月7号还是10月8号的时候，我刚刚知道就是前辈怀孕的时候，我先打电话跟我奶奶说了一下，然后她得知的第二天啊，就一个人从乡下就是坐了2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来到宁波，她已经80岁的高龄了，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找的那个公交车路线啊。如果让我从乡下坐公交车来宁波，我都得百度导航一下。然后她是到了宁波市区不知道哪个地方之后，她才给我打电话说，哎。就是说我到了，然后让我去接他一下，这个肯定是给前辈的。然后我们想的就是这样子吧，就是以孩子的那个名义单独给他开张卡，以后有这种红包什么的，就是存在他那个卡下面，怎么样？不是我最近刚开了一张那个招商银行的卡吗？就那张卡里面就放这个钞票。可以，这个红包放在家里已经1个多月了，我是从来没有打开看过，我估摸应该有2万块钱。2万多？我奶奶书法写得很好的，因为 我爷爷是画画，那个书法都很好。我爷爷是算是就是比较当地比较有名的，就是画画比较好的。然后就是人家逢年过节啊，写对联什么都会找爷爷。我爸爸也写得好，然后我小时候呢也练过，一度练过，但是就是没有坚持下来。我知道你买的毛笔和字帖，想要在家里念，一次都没打开过。这应该是1万，我估计是22000吧，然后22022，22022块钱，我们去把它存掉吧。哦，这里还有一张，这里怎么还有？差点，这里怎么还有一张？我们去把它存掉。这个是从来没有打开过，因为我们也是一直在家里嘛，就想着放在家里也安全的嘛。但是我们过段时间可能2个人都要出去，有一段时间不在家里，家里没人，还是存银行安心一点。刚刚去存完钱，然后我们就就近吃一点午餐，吃个快餐。为什么没有去那个楼上门诊？他下午不营业，所以我们吃按摩饭店。这家远的，我吃饭了。刚开始先上了一个萝卜干，哇，我快把它吃完了。然后这个是一半猪蹄一半鸡煲，这个我们以前外卖经常叫的。哇，脱骨了。这一份其实蛮便宜的。58。小豆是想吃永商明朝的那个鸡煲，他没营业，他也不做外卖。对，如果要叫永商明的外卖，他得代购对，跑腿。两个人就随便吃了一点，还是点多了，我觉得分量比我想象中的大一点。我肯定按照那个外卖的分量去算了。对啊，他的堂食要多一点的。有时候他那个外卖，他价格便宜，他是小份的，他哪有这么多的？你觉得这个油炸芋呢跟啊永商外婆桥好吃还是这个好吃？我觉得永商外婆桥那个香芋。这个也是真的是家常菜，我们家里也经常做的。对，我妈做的好吃，我自己尝试的做过，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有腥味。它有生姜吗？里面有的，但也是好吃的。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午晚餐。下午茶。吃完去逛下超市。这个试吃给这么大了。它的调料很好吃。蛮好吃的。蛮好吃。自己烤不出它这样子。再买一个那个马来西亚的猫山王。你垫一点呢，可能有重量大小不一样。因为我们上次称了一下。好，明显重一点。真的？对。上回我们不是说这个5公斤的349，我一直以为是50块钱一斤，其实70块钱一斤。你算错了是吧？跟你一起怀孕一起变傻了。其实我数学应该是不差的，因为我以前……别狡辩了。好像就是说猫山王哪里都有的重啊。对。这边的是最有名的。横坑的有名。原来这边那个就是左西右东，东马也有这么多那个，这么多榴莲产地。全马好像都有这种榴莲的。逛了一下超市，前辈又饿了。这个是他们那边买的新鲜浓汤，上次来就想吃的。对。有股臭味。我也觉得有股臭味。你先少倒一点，你喝喝看。我就点了一杯拿铁。不好吃。
念念不忘的。有虾吗？哦，有虾。反正不好吃。你像那个红酒牛肉酥饼。心情不错。没咬到。我也没有咬到。两个人偷偷摸摸的，天黑了去地里摘菜。我妈已经在的，什么叫偷偷摸摸呀？现在天黑的太快，现在才五点钟。对，五点不到就开始，好像开始天黑了。今天有什么菜啊？最近开始有很多菜的。哇，小狗。小狗，你看我现在南方的地里面有这么多菜呢。呀，好好好，乖乖乖，好乖，好走，我们走。我看到，小狗，我看到东北，他们都是囤菜，囤很多菜。看我们南方这个天，地里还有这么多菜呢。这边你看现在菜多少，这么多呢。那个是什么菜？你不能有什么事。有没有那个烤菜年糕的烤菜啊？烤菜年糕那个我们青菜烤的。青菜烤就好。嗯。那个六百七八种。那你到那几百家都在。都买猪一头了。哎，都买一只了。好了。小狗好了，你三百八的，太贵嘛，小狗。那当个鸭子的呢，啊啊，最不就啊最会多，那一些不啥都有了。多嘛？对呀，那这够多的，够多呀。那，你看不起吧？这么。哇，这么大一个，够了。本来就我鸭子的，那阿猪我来盖的。它两个在一起的。那两个在一起，本来我要点那阿猪，我要点那么些呢，对吧？够了，阿猪够了。这么好，长得这么好。再请车。青菜，我称米称那个。生菜。胡萝卜也放。吃火锅。红萝卜。对，那个胡萝卜嘞。胡萝卜，那个就是胡萝卜。红萝卜重要。嗯，是吧？嗯。我帮我切。嗯。小的就跟金兰朋友姐。哎，这个可以生吃吗？我可以吃。就好像那种。嗯。嗯，就是那种。手指卖很贵的那种手指胡萝卜，那西餐厅会有的那种吗？有没有见？啊，小小的。小小的，这个怎么样了？哎，这个也太……萝卜吃你贵。嗯。你可以再弄回去。你在这里吃，你看见了没？是炒当配菜炒的。当配菜炒的。你跟人家杀回去。杀着是吧？这个生的可以吃的。就是人家便利店生的那个胡萝卜卖的很贵。啊，自己做的。嗯。那不了。够了。你把那个叶子弄掉嘛，等一下。那买鸡蛋自己做。能鸡蛋就鸡蛋做，鸡蛋不要做。对，有的单也不贵了的。这生菜。那不，帮我等一下，先上几根就行了，你就可以上几根。看你们这玩意儿不使劲的，那。这种叫什么生菜？这是新的品种，我特地种好下面去。没年头。那，这生菜烫一下就好了。嗯，烫一下好一点。对对对。够了，这个是什么品种的呀？有露气水的了。
不知道有几来块嘛。嗯。现在的都干了，我吃吃你个，吃吃米啊，我再去吃你个。这不行，我这那几块包我都吃。到冬天了，可能也没什么菜了吧。啊，打不菜冬天。嗯，到时候可以弄一颗，腌个辣白菜。小狗，已经有漏气了呢。小狗，来，我切一把。啊，我切，菠菜可以。那个切蛮好切的啊。嗯。你有想他这样跟着你，你没有吃的给他。我这正爱进去了，哎，我要这鱼翼。那个有哎，姐，我在我。你这个是出来？我们之前吃过一个。它现在是冻的，你要吃的话要把它稍微解冻一下。嗯。